咁啊，介紹我身邊嘅嘉賓之前，咁啊講翻頭先嗰即係對嗰首歌樂隊啦，咁啊齊柏林飛船啊，咁啊 Discipline， 咁啊六十年代就披頭四啊，七十年代你問我即係即係英國啊，咁啊一定係即係 Discipline 係即係影響力係數一佢數二嘅，咁啊即係甚至佢四個都非常之出色嘅音樂人，由吉他手 Jimmy Page 即係鄭錦如陳晚，咁啊你話咁啊 Best of Death 咁啊一定係即係咁啊 Tony Iommi 啊，你去到咁啊即係 Deep Purple 一定係 Richie Blackmore 啊，咁啊再加埋佢英年早逝嘅鼓手啦，咁啊 John Bonham 啦，後屘我記得千禧年代試過一場佢復出嘅音樂會啦，揾佢嘅仔嚟佢代替，咁啊仲有好出色，好出色啊，咁啊即係嘅即係吉他手啊，咁啊咪雖然 bass 手啊，咁啊 John Paul Jones 啊，咁啊全部四個人其實我都係今時今日，如果佢哋即係基本上係全部係殺曬咁啊，好犀利嘅即係。樂隊咁啊，幫我補充翻尋晚少少，即係尋日講咩 Best Album 啦，仲有講佢主音啊，咁啊 ，Ozzy Osbourne 啊，咁啊之後啊，咁啊咁啊 Dio 啊，咁啊即係 Gill 啊，都即係嗰啲 Deep Purple 同埋彩虹嘅主音都有做過之外咧，尋日我講過佢嗰首歌，其實嗰隻碟原本想用一首歌叫做 Wallpits 啊，咁啊嚟係即係做呢個大碟嘅主題曲嘅。咁啊，當時啊驚得罪美國政府，因為就話即係嗰首歌諷刺越戰。咁啊，依家我哋就話嗰啲係左膠思維嚟㗎啦。咁啊，其實嗰個年代都唔少啊。譬如你後屘去到呢個布魯士，咁啊，即係咁啊，史布林斯丁啦，一首歌叫《Born in the USA》。咁啊，好多人以為民族主義歌，其實嗰首都係側面就係反越戰、反越戰啊，話對啲老兵唔夠好啊，話對美國人嘅待遇唔夠好等等啊。咁啊。咁啊，嗰個年代咁啊，其實唔少啲搖滾友啊，都比較嗰年代都興嗰只佢思維嘅。咁我哋依家先話佢左膠啫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我身邊啊，咁啊講翻係即係我哋嘉賓啦。咁啊就威廉，咁啊靚煲王嘅威廉，過氣佬。